大家好，欢迎进入时代光华管理课程。下面我们进入课程的主要内容。第一，时间的概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对时间的利用往往非常的有问题，无效利用。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学习时间管理。那么什么是时间呢？我们对它做出一个概论。我们对时间的定义是这样定的。什么叫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从过去通过现在直到将来连续，请听清楚，最关键的是一句话，是连续发生的各种事件的那个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所形成的轨迹叫做时间。重复一遍，时间的定义是从过去通过现在直到将来连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的那个过程所形成的轨迹，我们把它叫做时间，叫做时间。那么时间就有它的一些特性。时间首先它是绝对公平的，所以它有它的公平性。每一个人我们都拥有同样速度在度过的时间，不管你是老还是少，男的还是女的，钱多还是钱少，职务高还是职务低，一点作用都没有。每一个人在你的有生之年，你拥有的时间的速度是一模一样的。没听说你钱多你时间就可以一天就可以25小时的，你连一秒钟都多不出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去利用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单位时间里干什么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绝对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时间。是吧？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什么呢？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选择以及控制时间，将会决定我们生活的质量。举一些例子，比方说我们在单位时间里头，我可以选择好好读书，这是不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好好读书，是不是概念？我玩去。我们在一个单位时间里面，我们会可以选择我们去一个企业认认真真的去工作，我们也可以去选择我们到一个企业去瞎混，甚至不工作，是不是概念？这都是一些人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会决定你今后生活的质量。这是我们应该去清醒地认识到的一个问题。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让我们共同携手共创成功，时代光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时间和事件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讲，时间本身的意义，它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呢，时间本身是没有任何学习的意义的，他都不理你，他就这么走，你学什么呢？你对时间的学习实际上是没什么可学的，学什么？他就这么走。那么我们怎么样使时间具有意义呢？就一定要把时间和你的选择以及你的控制事件联系起来，这个时候时间对你才会有意义。那么事件的控制又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另外有一些呢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能够控制的，我就要去哪儿，我晚上吃什么，我干个什么，我不干什么，这你都能控制。那么有哪些事情你不能控制呢？宇宙的规律你控制不了，大自然的现象你控制不了，
所以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管不着啊，你控制不了。还有一些既定的原则、方针、战略的目标、公司的价值观，这是你不能控制的啊，你必须去遵守的啊，你不能随便来的，说我可以去违反，不行。所以我们又要把事件分为两类，哪些事情我能够控制，哪些事情我不能控制，哪些事情在某种前提下我也不能控制啊，我也不能控制。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分析，事件和另一样东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时间跟事件有关。那么事件跟什么有关呢？事件跟资源有关。你要去做一件事儿，对不起，你得有资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成功的做成一件事情啊，成功的要素在哪里呢？就是任何事件的成功都一定需要配备相应的资源，而且呢，越是稀缺的资源就越会成为那块短板，水桶效应，那块短板啊，什么资源最稀缺，这个资源就会制约你啊，其他的资源再多都没有用。那么资源的种类是什么呢？比方说一些大自然里面，大气、水源、矿产、动植物。另外像资金、技术、设备、人才，这都是资源。而时间恰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啊，时间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那么水桶效应告诉我们什么呢？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水桶效应啊，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就说当一个用不同长短的木板所拼成的水桶，那么它的存水量取决于哪一块板？最短的那块板，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道理。那么我们一定要找到哪一块板是我们走向成功的那个短板，我们补到了那块短板啊，把它补偿，充分的利用那块短板，我们才有可能成功。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那块短板，并且充分的利用那块短板。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的具体的一些特性啊。第一，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自然界有很多资源是可以再生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再生它，但是时间不能再生，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性。第二，时间是不可以逆转的啊，你说我们重新来过，对不起，没这歌唱啊，你事情可以重来，时间不能重来，是吧？你今天做的事情跟明天做的事情俩概念啊，今天已经过去。第三，时间是绝对不能停滞的啊，你说我睡着了，时间是不是就停了？对不起，不可能啊，时间还在走。你别说睡着了，就把你冰冻了，那时间也是不理你的啊。第五，时间是不能伸缩的，你说把它拉长一点或者把它弄短一点啊，我睡着的时候我把它弄短一点啊，我醒了以后把它弄长一点，对不起，不可以。第六个特性，时间是不能够替代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替代它。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资源它可以再生啊，它可以替代，我这个东西不用，我用另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样东西非常有名，叫丝绸，有吧，是吧？丝绸这几年为什么生意不好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有替代品来仿真丝去代替了真丝，所以它被替代了。时间能替代吗？不能。这样的话时间就具备了以上所说的六种特性，在这种六种特性下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时间是这个世界上
最稀缺最稀缺的一种资源，所以时间也是最珍贵最珍贵的资源，恰恰就是所有资源里头最短最短的那一块短板，是最宝贵最稀缺的，就是时间。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对资源要进行管理，要对资源要进行配置，但是资源里面最宝贵的是时间，是吧？是时间。如果我们不能够管理时间，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能管，都谈不上了，是吧？那么时间本身是不是能够被管理呢？事实是不对，时间本身不能够被管理啊，也就是说，从一个真正意义上来讲，没有人能够管时间，它不能被管理。那么好了，那么我们谈时间管理，时间管理，实际上我们是在管什么？是在管单位时间里面你所选择的那个事件，这是你要管理的啊。时间本身不能管理，能够被管理的是你自己个儿和你的选择，这个可以管啊。你想管时间门都没有，他谁都不认，在这个世界真正六亲不认的那就是时间。全面解读宏观经济环境，准确预测整体经济走势，宏观上的理论指导，微观上的决策依据，聆听专家深刻剖析，系统把握经济脉搏，与全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零距离对话，时代光华经济学家课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对时间管理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时间管理的关键，它的具体的内容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如何支配，如何调整，如何驾驭我们在单位时间里面所做的事情。具体的做法，我们需要做分析，我们需要有计划，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应该有充分的理解，然后才能够实施它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把不可控的因素减到最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是吧？有些东西是可以控制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够控制的。那么我们要尽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去充分的利用我们可控制的那一面，我们去减小我们不能够控制的那一面，我们才能够充分的利用时间，是吧？那么怎么样选择事件，如何有效的支配时间，怎么样进行工作上的调整，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驾驭我们自己的人生啊。怎么办？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分析系统，要有一个详细的工作规划，大家一起对这个计划要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我们才能够呢真正的得到执行力。这两年执行力火得不得了啊。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执行力？我认为现在去讨论执行力的重要性，应该说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在战争年代，我们强调一种力，叫什么力？叫战斗力，是不是概念？那么到了和平年代呢，我们不能叫战斗力，我们把战斗力就变成什么？叫执行力。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去讨论说军队需要有战斗力，这不用讨论，我们要讨论的如何获得战斗力。企业也是一样，我们不应该去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执行力的重要性，讲那么多概念没用啊，毫无意义。你必须要有执行力，问题是你如何获得这个执行力啊。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很清楚，我们学习时间管理的真实的目的在哪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学习时间管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进入了一些误区。我们很多人以为啊，学习时间管理
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单位时间内比以前做更多的事情。啊，我以前一个小时只能做两件事情，我们通过学习时间管理以后，我们在一小时之内我们就能做八件事情，是吧？我们做的事情更多了，效率更高了，哎，我们钱就赚得更多了。错，这不是学习时间管理的真实的目的。那么我们学习时间管理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学习判断哪些是对你最重要的事件，那些事，哪些事情对你最重要。第二，要充分的利用时间来产生最大的价值，使价值最大化。第三，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是第五代时间管理啊，第五代时间管理和第四代时间管理是有一些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我们能不能够把一对矛盾化解掉，就是在确保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两个问题上能否达成一致啊。第四代时间管理我后面会讲到，它往往要求你要牺牲个人的利益来符合什么团队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吧？啊，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是吧？所以我们学习时间管理的目的最关键的是哪什么呢？是如何去获取最大的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以及如何使我们啊在能够获得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生活得更加舒适而不是更加痛苦啊，一辈子劳劳碌碌做牛做马，这不是我们学习时间管理的目的啊。那么在这一个章节里头，我给大家留下的思考提示，你对时间的认识有哪些呢？你过去是怎么认识时间的呢？怎么理解时间的呢？第二一个，你过去是否充分的、足够的重视了时间管理呢？有没有？我们今天在做的啊，有没有去重视时间？所以我已经讲过了，为什么时间管理这堂课被认为是西点军校课程啊？正因为它太过普及，我们有很多人对于这堂课程的重视程度就不够重视啊。甚至在培训界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观念，讲时间管理的老师应该是哪些老师啊？来讲时间管理，哪些？一些刚出道的啊，经验很差的，有志于做培训的这些老师，为了让他练手，就先讲一堂什么时间管理。这有一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真正的大厨师要去考试的时候，让他炒干什么？是不是做龙虾？干什么？我告诉你，煎一个白菜，啊，炒一青菜，来个炖豆腐，我看你的功力到哪里，是吧？所以我们正因为这堂课程的重要性和普及性，我们反而忽略了这堂课程，认为这堂课程可有可无啊。在西方，在国际上的一些发达的国家地区的企业，时间管理是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下到扫地的阿姨都要去学的一堂课。而在我们国内呢，我们习惯于去学一些概念性的课程，炒作式的课程啊，一些实用性的课程我们也很欢迎，怎么样去搞销售啊，怎么样去赚钱啊，像这样一些非常非常基础的课程我们反而非常忽略啊。所以我在这里要问大家，你重视了这堂课程没？重视了这件事情？本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